主料：猪骨600克，猪横粒2条，猪小肚1只，笔杆草3扎。辅料：盐、赤小豆、姜1块，水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用盐把猪横粒、猪小肚洗干净，切块。猪骨洗干净，放到锅里煮水，把猪横粒、猪小肚一起放下去煮水，把赤小豆洗干净，把煮好水的猪骨和横粒小肚捞起来，用清水洗干净，把笔杆草洗干净，把所有材料放到包里，加水大火烧开。水开后，把拍面的姜放下去拌匀，转小火煲2小时。2小时后加盐调味即刻上桌。烹饪技巧：猪小肚要翻出里面，用盐洗干净再煮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